主料，鸡蛋只取蛋白两个，舀出小半碗，隔夜白饭一串，辅料盐、麻油、油、青瓜、料酒。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鸡蛋只取蛋白加少许盐，搅拌均匀。青瓜切粒，舀出放入微波炉中火定30秒后，稍微放凉再撕碎。青瓜和瑶柱加少许料酒和盐下锅爆炒片刻捞起，白饭加少许盐白锅炒散捞起备用，蛋白下锅炒散捞起备用，少许油烧热，下所有材料和少许盐爆炒片刻撒麻油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加了瑶柱真的很好吃啊！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